魔界的局势开始由长期稳定进入紧张状态，统治魔界的三大势力都有所行动，飞影在鞋区安排下受训，实力大大提高。另外壮马亦都加入王权旗下，以出色的谋略做了个军事参谋。还有最后一股势力就是雷禅，他亦得到他的仔幽助帮手，他们各为其主，分别有不同的际遇，眨眼就过了一年了。过去的回忆，父亲的遗言，我认输，我哋根本就唔系你嘅对手。真系估唔到，我哋四个联手都唔够你打。好嘢，幽助进步得好快。冇错，系啊，北辰，你太过喜欢用软体术嚟攻击对方啦，你呢个系你嘅致命伤嚟。因为如果用嚟做支持点嘅身体一受到攻击，就俾人埋你单噶啦。真系估唔到你会睇出我呢个弱点，英雄出少年吓，果然犀利，唔使一年嘅修炼就可以反败为胜。好啦。我而家要去揾白衣公挑战啊！喂，一个月之前你先俾佢打到瘫喺地下度啫喎，跌伤好翻晒啦，简直系成只怪物咁。夫妇无犬子啊，真系奇怪啊！做乜嘢？冇，不过国王啲套叫声好似……唔通系？发生咩事啊？唔通国王佢？快啲俾啲嘢我食啊！
死啊！系咪饿到 short 咗啊？都话咗唔食嘢会黐线噶啦！乜发紧癫都系咁样噶咋？啲力度真系差到痹啊！你喐尽所有嘅气力，都只系好似帮人勾痕咁样啫。我去咗边啊？睇下你啊，真系鬼唔似鬼啊你！你而家嘅气力系你全盛时期嘅几多分之几啊？究竟点解用挨我挨到咁嘅死样啫？唔好死顶啦，搵啲嘢食啦！既然只有人类先啱你嘅胃口，咁我就要捉两三个坏人翻嚟俾你食啦。唔通你任由自己咁样落去，连条命都唔想要啦咩？乜你咁样落去，仲会觉得自己好好咩？我真系冇办法可以忍受。打败一个咁虚弱嘅你有咩用？就算赢咗我都唔恨啦。你究竟点解要绝食啊？快啲话俾我听啊！如果你再唔讲嘅话，我就夹硬执你食，食鬼死你啦！你同佢真系相似。虽然你哋嘅谂法未必一样，但系你哋倔强嘅性格就似到十足十啦。讲起上嚟，已经系七百年前嘅事例。当时七国咁远，啲恶人横行霸道，道德沦亡，人民嘅生活非常困苦，好似地狱一样。而喺嗰个时代，魔界同埋人间界系可以自由往来嘅。任何地方只要有人类喺度生活，就一定会有妖魔鬼怪喺度出现，甚至系自国嘅皇族同埋将领，都一样要靠我哋嘅妖力去同外来嘅敌人交锋以壮声威。当时人类叫我呢种咁样嘅妖怪叫做食人恶鬼，我哋喺人间界做乜都得，冇人可以阻止我哋。哈！记得有一次，好偶然咁俾我遇到一个人类嘅女仔。佢好瘦，而且面色亦都好苍白，喺佢身上散发住术士嗰种令人讨厌嘅气味。但系佢双眼吸引住我，我从来都未试过留意过一个人类嘅女仔，留意佢双眼咁耐。你是食人的恶鬼，你做什么问都不问下就闯入人家的地方。乜原来你受了伤啊？给我看看，或者我可以帮你医好他。这个女人原来是物中的一个食脱医师嚟。食脱医师？食脱医师其实即是你们现代的医生。食脱医师首先将病原菌吞咗落肚，等自己产生免疫的能力，再将自己的鲜血和肉体做药，就是这样他们什么病都可以医得好的。
做咩啊？系咪觉得好肚饿啊？如果我要杀佢，根本就话都冇咁易。而且当时我真系觉得好肚饿，咁啱又有个啱胃口嘅人类喺面前，但系我你想食咗我骆驼咧，系咪咧？几有趣啊！但系我个体内汇聚咗百毒喺度，将我食咗骆驼嘅话，我谂未到天光之前，你嘅身体就会因为中咗我的剧毒而溃烂嘅。お前ごとき野蛮な者の毛の手に負える体ではないわ。喰らえるものなら喰ろうてみよ。我当时俾佢讲嗰番说话窒住，我呆咗咁，冇办法落到手。做乜嘢啊？又唔想食我啦？其实要杀我对你嚟讲都好易嘅啫，快啲喐手啦！杀咗我之后就即刻离开呢度。但系如果你真系咁样做嘅话，你就系一只好冇用、好失威嘅食人恶鬼啦。系咁，你点做啊？我追求佢。以为。因为呢个女人实在太过特别，我唔追求佢，咁以后就好难有咁嘅机会噶啦。嗰一晚，我终于成功夺取佢嘅芳心。系咁，即系话你同佢嘅遗传因子都喺晒我嘅身上啊！你应该觉得自豪先啱。佢系一个好好嘅女人嚟嘅。对于佢嘅身世，我所知其实唔多，只系知道佢出生于一个食脱衣师嘅世家。自らの意思で毒を食らい、戦乱で傷ついたり、病魔に侵された民を救う。その女に比べ、自分が貧弱に思えた。俺は同呢个女人相比，我变得好渺小。我决定咗喺同佢见面之前唔再食人类。呢啲只系一厢情愿。因为佢根本就冇应承再见。但系佢生咗细路之后就离开咗人世，从此永别。魔族妖怪嘅寿命好长，我相信只要我仍然生存，我一定有机会同转生再世嘅佢再次相逢。呢个希望俾咗我生存嘅意志，可惜。这个特别的女人不是这么容易有机会被人遇到的。灵界、魔界、人间界其实都是同属于一个无边的世界。灵界的人口口声声说死亡是生命的开始，但他们也都不知道死后灵魂归何处。蒲范幽座，你都算是我的仔，那你自己会不会食人呢？不会。是啊，有我血缘嘅子孙，尚且会咁样谂，所以我觉得我哋魔族嘅妖怪，即系时代过渡期嘅一小撮生物，我哋迟早都会成为时代嘅障碍物。我同埋黄泉蟹区初初只不过系因为啲小事而拗撬，而家唔同啦。喺我哋三个之中，蟹区嘅性格真系同你好夹，因为佢非常之热爱魔界嘅人。唔会随便干涉有关灵界同人间界嘅事，但系你要小心嗰个黄泉先好。佢野心好大，一直想一个人支配灵界同埋人间界。如果你要跟佢哋，就拣蟹区啦。啊！无端端讲啲咁嘅嘢做咩？北神佢哋几个，以后就交托俾你啦。喂，你讲埋晒啲咁嘅嘢，贪利是咩？我真系好肚饿啊！点啊，幽座，啊，国王呢？点啊，究竟发生咗咩事啊？点啊，幽座，国王点啊？佢死咗，
吓？咩话？咩话？死咗！死咗！吓！北辰，你可以做响度带我一笪地方嘛？得，你想去边啊？带我去揾王全啊！奇啦，我已经听唔到雷禅嘅肚饿叫声，壮马，你点睇啊？有两个可能性，一系佢已经挨唔住肚饿，决定开始食翻人；一系佢根本就再冇必要继续受痛苦嘅折磨，即系话。你是说他死了？他是不是真的死了还没有真凭实据？或者他是挨不住吃回人呢？所以我们要看定一点。那又是，未有把握之前都是看定一点好，我们继续等机会。唔使问，一定系雷禅佢已经死咗。系啊，呢、這个衰人终于都有咁嘅下场。你打算点样做？仲使问嘅咩？梗系要统一魔界，一齐由我嚟支配。嗰度就系王全嘅领土，叫做岩陀罗。唔该晒你噃，你而家可以翻去先啦。唔使，我同埋你去啦。我想王全已经知道我们的国王雷禅已经死了，如果是这样，进入岩陀罗就随时会有危险的。蠢材，所以我就叫你自己回去先咯。但是你现在已经是我们国土的新国王来的了，所以我是有责任要保护你的幽族。切，是人都怕你啊。但是你不要出手啊，因为我要找王全，是要跟他谈判的。如果你不搞事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什么意思啊你？算数了，我们现在不要讲这些东西住。王全因为双目失明，所以耳童被特别灵敏嘅。喺佢嘅国土里边，任何人讲嘢佢都可以听得到。系你嘅亡父话俾我知嘅。咁我明白啦。王全，你听唔听到我叫你啊？吓、啊、吓、啊，我嚟搵你啊！煲定奶茶，买定蛋挞，等我啦。好啦，行得啦。又会咁嗌法都有嘅。啊系咧，你拎住个包嘢有啲咩喺度咁样啊？呢包嘢？我硬系觉得有啲唔系好嘢咁咯，秘密嚟啊！我壮马几好玩啊！睇嚟你个朋友系一个好有趣嘅人喎、啊。哼，激气啊！幽助佢而家去揾嗰个王全。哦，系咁，你估呢个幽助喺度打咩主意啊？嗱，唔知佢呢份人有阵时会好单纯，有阵时会深不可测，好难明。根本就好难预知佢个脑谂紧啲乜嘢，以为佢会做啲好嘢咧，但系做出嚟嘅嘢又会令人觉得佢系个傻瓜嚟嘅。哼，有几多成系真嘅？你所指嘅系乜嘢？因为你系一个讲惯大话嘅人。哼，仲有啊，见到幽助会唔会同佢战斗啊？当然会啦，我同佢嘅实力喺现阶段只不过不相伯仲，大家都系会继续进步嘅。如果你真的想除去我们这两个后患的话，最好就是趁而家了。你的分析都挺中肯。我讲的东西不需要你来批评。还有，如果我和幽助决战，你会站在哪一边？你们决战之后赢了那个再和我打过。不过现在你和幽助决战的话，肯定赢那个就是你。有一半是大话来。如果我和幽助交手，你实会站在他那边。但是如果我和幽助实力相等，那你或者真的会保持中立都未定。我开始羡慕这个幽助。改变航路，转去岩陀罗，所有战士即刻准备作战。是。雷禅死了之后，魔界的均衡形势出现崩溃。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之下，幽助他有什么打算呢？王全同壮马，仲有骸躯同飞影，大家都作出部署，局势睇怕会一发不可收拾。
じまったあいつには悪いが、俺の行動一つで全てが決まる。一触即発のこの状況、なんだかワクワクしてくるぜ。魔界全土を巻き込んで、ここでやらなきゃ男が廃る。で、俺が何をすんのかって、教えてやんねえようだ。次回、意外な提案、魔界の変動、面白くなってきやがったぜ。